广州建帆服饰，今天给大家带是一个佩拉蒙达的山羊绒啊。山羊绒这个货品呢，它的一个注重的是一个品质、面料啊，还有它的一个色系啊。这盘货呢，简约大方，然后呢素雅的一个色调，而且佩拉蒙达，相信我们很多客户啊有拿过这个货，就知道这个货品神货来，前面来了啊三四批啊，每一批的话都是绝对秒完的一个货品。然后呢，今天呢，我们也是应很多客户的一个需要，给他带来一个新的一批佩拉蒙达山羊绒啊。佩拉蒙达这个货品呢，是采用了一个最顶级的一个无缝技术啊，可以看一下啊，这个是一个无缝的一个技术，像这些这种边上它是无缝的，是来自法国，然后呢，这种技术呢是日本的一个岛津一个最高级的机器，它是三维立体一啊、就是一根线成一的这个，不管是它的一个领口还是它的一个袖子，这些呢都是无缝的。像这种无缝的一个山羊绒呢，它贴合啊、就是身上的一个皮肤啊、身形啊是非常贴合的这个。还有它的一个毛衣的一个质感啊非常好，这种质感手感啊，款式呢这种素雅的一个素色款式啊，像这种圆领然后呢高领的一个风格，哎，佩拉蒙达的这一个货品啊，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羊毛的一个质感，可以看到它那种羊绒的一个纤维啊非常舒服啊，超级舒服。吊牌价可以看一下啊，吊牌价，然后呢是4000多的一个吊牌价啊，山羊绒的这个山羊绒。因为这个货品呢，它是一件成衣的，就是它是没有水洗标啊，因为像这种它里面是没有接口处的，所以说它是没有打水洗标这个。就是一根线制衣而成啊，因为像这种技术啊，只有国外这种高端机器，这种进口的才可以啊。然后可以看到它这个款式啊，这种圆领呢啊，简约大方，然后有一些这种织法做一些小改动啊，这一种。它这个弹力非常好，可以看到它一个这种弹力很好的这种弹力。像这种山羊绒的一个货品呢，其实我们那个秋冬天啊，最重要这种冬天呢，穿上身啊、打底啊，这种保暖性效果是很好的。而且山羊绒穿上身的一个这种贴合的皮肤的这种亲肤性啊，很舒服啊。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，像这种驼色的一个颜色很纯正，包括像这种颜色现在是非常流行的这个颜色啊。还有它搭配啊，其实搭配这些衣服啊都很好搭配的，像这个我们穿大衣啊，穿这个或者是穿羽绒服啊，穿这一件打底啊，又显高级，然后呢又很轻盈。因为像这种山羊绒的，它的一个这种是很轻的，非常轻便的这个。像这种好货的话，一定要就是抓紧联系我们那个销售经理啊，好货它真的是不常有。现在呢，也是一个国庆中秋一个双节。然后呢双节的时候就是选购好货的一个时节啊，因为像我们的一个小组的客户呢，也是在这个双节的一个假期期间呢，他也会选购很多货品，像这个佩拉蒙达的一个山羊绒呢，其实也可以做一个礼品送给自己的亲人或者是家人朋友啊。这个首先啊，它的一个面料啊够高级啊，山羊绒的一个面料，然后呢它的一个吊牌价啊，3000多到4000多啊。最重要就是说它的一个技术啊，因为现在市面上很多山羊绒它是那种有接头的，像这种
一线成衣的三维立体的这种技术相当之少。像这样子的话，其实送一件这种高档的三叶龙打底衫非常不错。所以我们客户呢，这一种货品呢，不管是我们的线上线下都是非常适合的。这个质感手感亲肤性很好啊，亲肤性。然后呢，这种简约大方的一个风格呢，它的一个实卖性、实穿性啊，又是超级强的。这个像这种货品呢，就真的做到不挑人啊。而且版型的话，像这种有弹力的胖一点、瘦一点啊，都可以。年龄段跨越度呢，其实这一盘货跨越度也很大。这种素雅的颜色的话，年龄段大一点，年轻的都可以。因为这种简约的款式的话，跨度的话确实很大，非常实卖的一个高端好货啊。好，佩拉蒙达的款式就给大家看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